老师好，我是01737号曾琪，我来自成都。接下来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歌《Moon River》月亮河。Moon River, I to see the world, a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. Oh, dreammaker, you heartbreaker, whenever I'm going to see to.Drift out to see the world, a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. Oh, dreammaker, you heartbreaker, whenever you're going, I'm going your way. 表情怎么那么痛苦啊？这首歌是一个蛮优美的歌，对啊，有点那个情绪上面感觉好痛苦，好像有谁在背后揪着你啊。对，还有其他歌吗？中文吧。唱一首最长的电影。嗯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花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你换一首快乐一点的歌唱一下看，我觉得你唱这个歌的时候就是让人感觉很凶，就是从电视里看啊，就不舒服，给人感觉很容易让我们跳出来。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吧，是一个新编的版本。好的。玫瑰玫瑰最娇美，玫瑰玫瑰最艳丽，长下开在枝头上，哦，玫瑰玫瑰，哦，我爱你，玫瑰玫瑰情意重，玫瑰玫瑰情意浓，长下开在枝头上，哦，玫瑰玫瑰，哦，我爱你。好一点，你平时自己对着镜子练一练，注意这个表情，你自己拿个 DV 或者拿个相机录下来，然后你自己看一下。对，我知道我有一个这个样子的毛病。这好凶哦。你唱歌的时候，你可以尝试瞪大了眼睛唱，哎，把眉毛提起来，眉毛提起来，而且这个也有助于你的发声状态。对，不要这样皱着眉，皱着眉的话，你的声音总会掉下来，就是说那种情绪上都会比较低沉。如果你笑起来就稍稍的笑一点，眉开眼笑嘛，就可能有点紧张。啊，来吧，眉开眼笑。紧张什么？你就当是来玩的嘛。对呀、啊，你别把它当比赛，就是所有人一起来玩，一起来唱歌。好的。嗯，还有什么歌？好，哦，你平时自己唱哪？什么样的歌唱的比较多？唱英文歌唱的比较多，中文歌也多，就是慢歌。哪种风格的？英文歌还是中文歌？嗯，都可以。都可以，就是偏爵士。然后中文的就是稍微舒缓一点的情歌，然后快的没有多少，就是我唱慢的比较多，唱情歌比较多。嗯，你再挑一个。唱唱中文歌。可惜不是你吧。好，你又选我们的金曲唱。好，真的吗？我唱这首歌唱得很好的。好，但是现在清唱的话可能没有多大的效果，但是就是那你要是清唱能把你后面的给感动了，你就牛了。好的。这一个突然觉得好熟悉，
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你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。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可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但也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、哦、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嗯，有自己的特色，但是那个气声之间啊还不够连贯。 我真的不好，我觉得你别皱着眉头我真的唱得不好，这首歌唱得不好也不要皱着眉头，唱得不好我们可以给你点意见嘛，不可能 一生下来你就会跑会跳嘛，只是我唱这首歌一般都唱得很好的，这次唱得不好，就觉得呢你这首歌的结构不够严谨，不够是破碎的一段的，你自己感觉到了吗？啊，一种情绪的一种连续性不够，这歌是要有铺垫的，有铺垫你到了副歌人才能进到你的那个你营造的那个世界里面去，不知道。嗯，你要注意他的每一句句尾的一个拖腔，这个的处理不要每一句都处理成一样，处理成一样就会让人感觉到很雷同的东西，没有太多层次递进的一层关系，那个尾音啊后来一定会不一样的啊，就后面一定会不一样。我期待你敢挑战金曲不错哪个学校的？四川音乐学院。春英呢？在成都报了名吗？没有。嘿，跑到广州来了。对啊。今年多大？今年，但是我还没满23，哦，没满24。我还以为你没满18呢。几月份呢？是算阴历还是阳历啊？阳历啊。啊，八月。哦，那还早。狮子座是吧？处女座的。哦，对。怪不得这么纠结。29是吧？对啊，我一直都很纠结的。发现了。哦。来吧，嗯，放松一点。好的。嗯，然后还是回去多对着镜子练你的表情。好。可以啊。可以了，加油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